我们一起握起旁边人的手。有人说过，人生最疯狂的时候莫过于是青春期。青春是一场华丽的冒险，我们在青春的时候最大的力量就是勇敢，勇于尝试，敢于挑战。在这个生活营，你一定有交到一些朋友，因为我们是那么单纯的交朋友。可是请你们记得，在生活营出现的你心中那个很单纯的小朋友，我们一起打勾勾，我们永远一起走。在这个生活营里面，我非常感动，就从一个冷冰冰的气氛到了现在非常暖和。我明年一月份我就25岁了，因为你们让我明白到年龄没有界限，我只要保持我年轻的心，我依然青春，我依然是年轻人。我本身自己做工了一年，只有那几天可能玩到最 enjoy，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不要白费他们的心机。我以前真的是不容易掉泪的人，然后我来到年少轻之后，真的是把我那个感性的那一面给激发出来了，真的是把我弄哭。生活营可能最残酷的就是刚刚熟悉，然后马上就要分别了。缘分让我认识了你们，真的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们，认识这里的每一位。谢谢你们，谢谢姻缘，谢谢恭维，爱你们呢。我想要感谢在座每一位，是你们让我们全部都成长了。我真的要很谢谢所有恭维，花了6个月时间精心为我们想了这样多。很谢谢你们这6个月里面的付出。所有的恭维，感谢你们。是你们让我在我人生中里面看到最灿烂的烟花，我在看烟花那一刹那我落泪了，谢谢你们。做这个生活营不简单，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双手将它一点一点的做起来。有吵架，有开心，但是很感谢后面这一班人，还有所有的工委们一起配合来做这个生活营。从零到一，看似简单，做很难。看起来它是很靠近，但是要它一点点从零一路到它有一，其实一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筹备中真的是有喜有泪有苦有酸有甜。这半年来都很辛苦，有些忙到连吃和睡觉都忘记了。我身后这一班工人还有周围这些人，他们大家的一起的付出才可以造成我们今天有这个一二三跟我走的生活营。谢谢营长，谢谢明伟，今年把我拉回来这个温暖的家，让我的人生又进入了另一个层次，因为我又成长了，我们大家又再次成长。我们每个每个画面都历历在目，虽然我们幕后有出现很多状况，但是我们都会一路去撑下去，为的就是看到你们的灿烂的笑容，让你们玩得开心。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个生活营，你们付出的很多，我真的是很无法回报你们。在此我 AD 谢谢你们，真的记得你在这里得到的友情，得到的回忆，带着这些正能量继续的生活。再握紧你旁边那个人的手，跟他说，我真的很开心认识到你，或许我们这一离别不知道什么会再见，可是我们一定会永远记得我们一起走下去。